理事长晚安。前几天啊，我拢困袂去，外面有烦恼事。结果我跟那个我们的名义理事长林惠美林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的花旗的刘老师刘乐长，我俩讲哦，天公伯啊，也保佑安子盖，诶，足成功的圆满办成。因为阿讲诶，迄个玉龙大桥讲诶，伊全是发力。 把这台湾上一位的宾，所以安吉拉大华都如此来宾，特想今天特想我们该讲，我们庄的在座的来宾，也等我们该讲讲我们的那个荣誉会长，大会会长就是李宗仁李会长，我们的荣誉会长就是杨振阳董事长，还有我要特别介绍我们金公教的发起人，也是那个中华民国金公教舞蹈协会的理事长。 我们的庄崇欢庄理事长，再过来，我要感谢我们行政院政务顾问，我们的黄金祥黄顾问，以及我们的那个中华民国品质保障协会的副理事长杨副理事长。如果各位你们在旅游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还是要客诉的话，可以找我们杨副理事长。再过来，我要介绍。 我们高雄市南区贾玲会的会长，谢宗宪谢会长以及代表他特色的干部台立鼎。再过来，我要介绍我们的团体，总共我们今天晚上有六个团体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表演。第一个是我们的汪娜娜汪老师。 你两个会长都弄弄呀，恁俩还袂弄着嘞。